红蜘蛛屡屡背叛威震天，一心一意只想夺权上位，为何威震天却不杀他呢？反而委以重任，将霸天虎集团二把手之位交付于他。由此也不难看出，红蜘蛛的能力其实并不弱，在变异中他一个突袭便能炸断大黄蜂的双瞳，更是以一敌二戏耍救护车和铁笼。而当威震天被山姆利用火种源击杀之后，红蜘蛛更是马不停蹄地赶回赛博坦夺权篡位。也因此，当复活后的威震天质问红蜘蛛为何见死不救时，他却高举着主持大局的幌子，如此狼子野心可谓昭然若知。可此时威震天却依然将他放过，是不是觉得有些离谱？其实这是领袖的预言之道。一方面是威震天作为打出来的霸天虎领袖，他有足够的自信能够镇压一切宵小；再一个就是红蜘蛛的情商也属实不低，当擎天柱得到天火的能量加持之后，不仅一炮轰碎威震天大半个脑仁，更是一拳洞穿了堕落金刚的胸口。此时的威震天却面临着尴尬的处境，作为领袖撤退显得很没面子，可打又打不过。这时候红蜘蛛就给了领导足够的台阶。而有时候红蜘蛛也能充当出气筒，毕竟沙包可不是谁都能当。最后一个原因则是红蜘蛛空有上位的心，却无领导之才能，毕竟连个像样的野餐都组织不好，还能干点啥？